好，这是我昨天打包的，就是的水，打包给我妈妈，她没喝。嗯，这我家是靠近学校，我家其实就在学校旁边。可以看到外面，这是联中中学，也是一个私人学校，所以学校是属于校区来的，就在我家就在学房学校区。这也是美里最大的独中，华人独中，也是有国际学校。我要坐车出去，我去吃午餐。等下我有上课，4到6点我要回我的补习中心上课。今天人会比较多，今天我的班就有8个人吧，他们都是比较精英班的精英学生。今天有一个新学生来，他是一个，他的爸爸是监护人，照顾所有的中国学生。大概有4、5个中国的学生吧，来自温州、深圳，苏州、浙江，来自浙江，一个来自浙江，一个还是我妹妹女儿的前男朋友来自浙江。这么小，他们初三就跟我谈恋爱，所以我就跟这个监护人说，这么小呢，我是不肯他们这么小就谈恋爱，不然影响我妹孩子的成绩。因为他是打篮球，所以他样子看起来就等于差不多像是8岁，控制不了他去跟我谈恋爱。不过是他的初恋，他们两个这么小，我看男生也是长得很帅的其实。然后我在那边笑，他们看到我讲我就跟我的那一个接护人，他看了这个浙江的我妹妹孩子的前男朋友，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哈，我就是你前女朋友的阿姨。对，我跟他说，我就是之前补习中心的院长。他看到在那边偷笑。我去找妈妈吃饭，看有没有菜。昨天的水还很美好啊，这个是一个 lemon something pink color， 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我来找我的妈妈，看她有什么菜，我就找买一点矮瓜过去吃吧。拿去炒一点矮瓜，我最爱就是矮瓜呢。茄子是我最爱，你看我都穿的这么紫啦。我拿一点矮瓜，我们一起炒来吃。然后我拿2把青菜够了吧？拿2把青菜去给老板炒来吃。那今天就晚上姐姐阿 B 也很喜欢，我妹女儿也特别喜欢，阿 B 也特别喜欢矮瓜，炒矮瓜她最爱的。炒多一点吧，给我金店的老板娘一些东西，她帮我介绍很多顾客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要感谢她，要报恩。她喜欢黄梨，我就跟妈妈拿了一些黄梨给她，因为我家有黄梨，我们家有卖黄梨，家里有黄梨啊。然后我们也有卖这一个红毛榴莲，其实我不用买，我家里都有。我舅舅他们其实也有芒果啊，他们有，我妈妈拿一些黄梨吧，我要感恩她，因为她帮我介绍了很多顾客，每一单顾客都很多，非常多。然后还拿了一些这个花生糖，这花生糖是特别好吃，我看我有机会开给你们看那花糖。然后这个是很精品，这是五香粉做成的，不是13香粉，五香粉做的面包，卡利帕夫妈妈卖的，帮老人家一下。还有这一种高紫色的，也特别好吃，我拿给他们。而且我去那个店才开给你们看这个花生糕长什么样，这个花生糕它特别好吃，我跟我妈拿，等下我开来我们试一点。我妈妈也有卖这些糕点，这些包哈，小小的包嘛都有卖。我拿了一条面包去给学生。可是我要看要不要给学生一些包，等下才跟妈妈才跟我算吧。就是我要拿，因为今天很多学生，我拜师很多，特别多学生，我要定要来买一些东西。哇，我的学生没有好吃。好，我要过去等那个菜好，顺便开给你们看这个花生糕长什么。这是我妈在的菜市吧，这也是属于比较老区的老一代的区。我的补习中心是在也是算一个中等的区，但是比较旺。这是我们这边稍微比较靠近机场郊外一点点的地方。我去吃的餐厅呢，不是餐厅啦，咖啡厅，是这一间。它应该没有这么快炒好。顺便开带了这个花生糕哈，
这里有很多的华人店啊，香烛店啊，大多数都是华人开的。这边有差不多80%的店都是华人开，就是101。虽然他写着英文名哈，但是是华老板是华人嘛，都是马来西亚华侨开的。我吃了，等下4点才回中心，现在已经是快1点了，他们只开到1点半。等下我坐下来还跟你说，这是我的位置。